欢迎收看柏林不一样，我是 Elvis。 回到台湾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吃爆台湾各地的美食，那身为在地高雄凤山人的我，今天就要带我老公这个傣巴松吃爆凤山的铜板美食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吃的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必须要请到一位专业打手，欢迎有请我妹妹。想必今天派来的这位打手看得出来很会吃吧？我们今天就靠你了。好的，看我吧。台湾美食，但是少不了大肠包小肠喽。那其实我们凤山呢有另外一家大肠包小肠的香肠店，但是我私人真心推荐这一家，我觉得它完胜那家名店。那它就在凤山捷运站的旁边而已，而且这一家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。我们这个景点呢，我们老餐呢，这值得你想不到的地方小吃就有放过了。真的，我要一个米肠，三条香肠，米肠要长一点点。很会点呢。当然，米肠就是要吃又大又酥。如果我妈看到了，她就会想说不知道是平常怎么教我妹的。我先说我没有这样教她哦，都是她自己学的。不是啊，米肠那种细细的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嚼劲，要吃大又粗，它灌满一点，那个糯米才会比较 Q 啊。哦，不好才好粗，粗的才好粗。两位本来要外带回家吃的，现在已经等不及了。对，我快饿死了，回到家我就饿到皮包骨了。那我们就先一人拿一根牙签。好，然后还有 SOP 哦，对，一定要串小黄瓜跟腌萝卜，然后再插一个米肠，插一个香肠，就这样一口塞。一口塞。哦，所以讲什么大肠包小肠，这个是大肠在前，米肠在后。对。哦，好棒哦。超级好喝，好吃，好吃到爆炸！它的香肠咬下去，整个肉汁像喷出来，而且很香，它那个炭烤烟熏味就在嘴巴里面熏，然后熏到那个米肠上面，香肠的油像喷出来，会有点烫嘴，可是它米肠不是很烫，就是把你那个很烫的炙热感综合掉，吃起来就像在吃一个很瘦很 Q 的瘦肉香肠，然后配上一个油饭，它米肠就变得像油饭，因为它吸了那个肉的油，推荐。就这么点，请问一个俗语拿着一个蒜头是什么意思？吃香肠不是要配蒜头吗？我还讲，阿姨生气了，阿姨会后悔，阿姨会后悔。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吃蒜头，但被我男朋友养成了吃香肠一定要配蒜头，这样亲亲嘴巴才有滋味。你们这是什么恶心的情侣档？对啊，吃蒜头有益身体健康，而且对心率、okay、对心脏很好。没错，先吃蒜头。小黄瓜、萝卜，然后米肠跟香肠，再配蒜头，你就是要一口塞满你的嘴，然后去感受它里面的层次感。我买了一条特长的糯米肠跟三条香肠，那特殊吗？有，我跟老板说我要特殊的，又粗又长，就是灌满的会比较好吃，比较 Q。那因为它是称斤的，我们买这样满满的一大袋是140元。这一家春卷呢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，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，因为它1977年就开了，只要是你住凤山的，你绝对知道这一家春卷店，它叫台南春卷呢。台啦，怎样？中文是有什么问题？南台湾春卷哦，我以为是台南春卷，为什么要放在凤山介绍？而且它现在还有很多新口味，那么看到这个海陆双滋味，乌鱼子。这也是凤山人必吃的苦水鱼羹。那我是不是凤山人，我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你是凤山媳妇。这碗非常的好喝，就是潘爸爸个人推荐，他春卷跟浮水羹一定要一起吃，没有浮水羹的春卷他不吃。就是去吃汉堡就要吃到吃麦克鸡块要沾糖醋酱一样的道理。你看这鱼丸每一颗都这么的 Q 弹，而且非常的扎实。
重点是它很小巧，它就是一口可以进去，可以跟约会对象吃。你知道我从小就教育他哪些东西去约会的时候不能吃，芒果不能吃，鸡腿不能吃，鸡翅鸡爪都不行，只要是会把手弄脏的东西呢都不能吃。所以你是给妹妹从小熟女养成记？没错，难怪妹妹桃花不断。爸爸都说那是没有玩鬼耶。不好意思哦，爸爸，我现在很固定好吗？没有再换了。好怀念哦，真的超级久没吃的哎。而且我刚刚看他在做的时候加超多糖粉，真的不愧是南台湾耶。有家乡的味道吗？有，好怀念这味道哦。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吃高雄的春卷，就是真的很甜，而且它里面加很多高丽菜，所以它吃起来非常清爽，然后再搭配那糖粉啊，哇，好好吃哦！要吃吗？对，这么大个，不好吧？我是熟女哎，我还没嫁哎。你也吃太小口，太小口了吧？吃到里面的东西、啊。对，而且这样怎么找到老公啊？它里面可以看到肉跟乌鱼子，然后还有菜跟蛋。所以吃起来还蛮爽口的，不过真的太大一根了，所以就是比较适合结婚过后。当妇女还是尽量先不要，老公很会吓到。不是啊，第一次约会带他来吃春卷，展现一下你的实力，让他评估说哦，可不可以娶这么价高价的？对，养不养得起这样？好特别哦，这乌鱼子，感觉就好像在台湾拜完的时候，然后就把它拿来包春卷。它的乌鱼子真的很提味，就是整个所有的料都围绕在乌鱼子上面啊。你看有叫香肠的，里面还有香肠。对，我那爱吃肉的真的是可以点这一个。我觉得这不应该叫海陆双拼，这应该叫麦风辣综合春卷乌鱼子烧肉。还有 A 虾，海陆一根多少？95块，这么大一根。对 ，OK 的。那你这个没有加肉了，要多少？我这个50块。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吃别的美食。接下来这家烧烤店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，因为它是做全素的哦。重点是我老公这么爱吃肉的人，我之前带他来吃，他都赞不绝口，他也说超级好吃。特别的地方是呢，它有至少7种以上的酱料，你可以自己搭配，想吃什么口味自己刷。那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买来吃了。你不能进来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我是猪。有没有看到它这边的酱超多，各式各样？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呢，就是荔枝照烧，夹这么多才171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咸酥鸡，然后配黑胡椒口味。好好吃哦，他吃的有没有听到？很香。我要吃这个素鸡块。每次我买啊，他都会 order 要吃这个素鸡块，就是完全不会有素料的味道，超级推荐。而且我哥常年吃素，以前我爸要煮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跟我哥哥吃素。我爸爸就说你看你早嫁啊，拢对你好，是因为假瘦啦。我妈妈就说那可能是你厨艺需要进步一下，你女儿宁愿吃素也不要自己煮饭。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吃素嘛，所以呢，我都是要自己另外买，那我就会吃很好，所以我妹就会跟着我吃，所以才吃成今天这样子。它看起来像麦克鸡块，你看。对啊，好吃吗？哎，好吃！我在怀疑麦克鸡块其实里面是不是没有鸡肉，为什么吃的跟素了一样？那我现在来吃这个东坡肉，你刚刚是加什么？麻辣的？麻辣，对，麻辣东坡肉。妹妹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喜欢吃辣的朋友真的可以点这个，哇，超级辣！可它味道是香的。对我来说还好，毕竟我还是比它辣。你是真的是凤山辣妹？凤山小仙女。靠山小仙女，我要生气！你们两个真的有得拼哎！来，换我来吃这个东坡肉，哇，看起来很像真的五花肥肉，油滋油滋的，哇，这个超级辣，真的是宇宙辣，这个你给德国人吃当场死掉。我从来没吃过这素鸡皮，也是为了你而点。这什么做的啊？吃起来像真鸡皮哦。它有一个鸡皮的味道哎。我吃吃看。好夸张，口感像鸡皮，忍不住就把它吃光了。我现在要来吃臭豆腐，这家臭豆腐也是很有，有够臭，很臭，对不对？它旁边都闻到了，而
这很特别，它里面是放九层塔，我不知道是台北跟高雄的臭豆腐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高雄的臭豆腐都比较软，台北都很硬。嗯，我们高雄就是吃软不吃硬，你要吃吗？但现在嘴巴有点痛。吃进去应该就不会了吧？它里面真的很软嫩，然后它外面又很酥，你们吃进去就会吃到九层塔的香味，然后吃进去就没那么臭。还是你今天早上没刷牙？好呀。接下来是这个素羊肉，然后我刚刚是配蜜汁照烧。它烤过的口感酥酥脆脆的，然后再配蜜汁照烧，绝配，超级好吃。妹妹一直在看这羊肉，对，还是盯着从头到尾。没错，他都没在听你讲。一般大家吃咸酥鸡都会点萝卜糕嘛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的最爱芋头糕，因为我本人是芋头的爱好者，芋头任何料理我都爱，甜的咸的都好吃。你也太大口了吧，你一口就会把整块吃掉，你也不熟女耶。对，我一吃进去之后啊，那个芋头味道就慢慢在我的口腔里散发开来，完全把刚刚臭豆腐的味道都盖过了。不信你闻，我来试试看这个芋头糕，而且很软嫩耶。对，可是它还是有一点 Q， 而且它其实越吃越香，你会慢慢吃到它那个芋头的香气。不信你闻，就是要小心耶，嘴巴不够深的会插到喉咙耶。你真是个深喉咙。我还是大嘴巴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吃霸丸，人家说丁杠五苗虾 A 杠五素苗，就是在说这间肉圆店，你来高雄啊，尤其是我们凤山必吃，好不好？那它这个肉圆跟台北的不一样，它是用蒸的哦。那价格呢也是物美价廉，一颗6块钱。这一家霸丸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，应该我觉得是我妈妈小时候就有了。你要吃几颗？3颗。3颗。2颗。2颗。1颗。1颗。它不是像台北的那么大一颗，哎，这小小一颗的而已。这真的小颗难怪，我刚才看到人家点都是用10颗、15颗在挤掉，我想说是多能吃，原来一颗就是一口，看你是要吃10口还是15口。所以我自己来吃的话，应该可以吃个10个差不多，还蛮扎实的。我应该这种小鸟胃吃个5颗就饱。我有听错吗？小鸟胃5颗差不多就饱。我认识的潘妹妹是有一窝小鸟的胃。对，有一窝小鸟的胃啦，一窝小鸟吃起来还蛮 Q 软的。然后它里面的肉其实就是没有腥味，因为有一些霸王会用很重的调味去盖它肉的腥味，但它的调味就是非常的清淡，可是你吃起来就会觉得很够味。它最主要是肉质，它是肉的品质很好，而且它那个肉的肉质，你有吃到吗？对，有。它那个皮很 Q。一定要吃它的辣椒，它的辣椒非常辣，但跟我比还是差一点。你还是比较辣，你最辣。哇，这也太辣了吧！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就是要加个两匙，一颗要加个两匙。你是要怎么当熟女一样？我是辣妹，你也知道。感觉辣妹妹要爆炸。不会，你试看看，它是香辣，它不是那种很麻很辣，两匙差不多，一匙有点少。超好吃的辣椒酱，它这个辣椒酱跟刚才那家不一样，刚才那家是让你辣到叫妈妈，这是让你辣到微笑，而且会让你就是觉得几颗霸王好像又可以再多吃几颗，对，又可以再点5颗，它肉很绵密，而且没有什么肥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没错，它都是很扎实的猪肉，就像派妹妹我一样，很扎实的猪 肉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喝这个宋和汤。很 Q 吗？我觉得是脆，很特别，因为北部的鱼丸比较不 Q 的，它这边鱼丸是脆的，跟撒尿牛丸一样脆吗？可以来打乒乓球，看它的凤丸，很值得特别来吃的。这么大一颗，很绵密，完全没有空心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，一人一半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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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起来就是一只健康的猪，对，有打乒乓球的猪，而且它的汤也是还蛮鲜甜，不会有那种腥味或是肉的腥味，而且它没有加味精，对，完全没有味精的味道，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像我以前
约会对象找我来约会的时候都一定要来这间吃，他们就说哦，那我推荐你来吃这家霸丸，然后就不知不觉爱上他，这吃吃久了就是比爱那些人还爱这家霸丸，而且每一次跟每一个来都要假装说哇第一次，对，这么是谢谢你带我来，那我们要继续前进下一家咯，好，走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们两个在摆王美姿势起立，叫王美吗？他妹妹有，你没有。这一家冰店超级好吃，它就在中华夜市里面，而且这碗黑糖刨冰啊，你可以选五种料，然后才60块，超级划算。从小吃到大，嗯，这家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，因为它就在我们家旁边而已。理所当然从小吃到大。然后他这一家我觉得最推荐的是啊，你来这边点一定要加他的芋头，他的芋头超好 吃，我受不了了，太热，我先吃一口。哇，好好吃哦。你有点什么料？我刚刚点了黑糖荤桂、红豆、芋头，然后他还有推荐我们点一个红心粉圆，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，我觉得也很好吃。它上面是不是还有加绿豆蒜？对，老板娘刚偷偷跟我说，这是他们内用才有加的秘密武器。他这一家除了淋黑糖酱以外啊，他还有淋芋头汁，就让冰吃起来有另外一个香味在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是单纯的黑糖的那种死甜，你在吃甜味的时候，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芋香，芋香味。芋头，你的芋头，我的芋头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它煮的样子就可以感觉出来。只有4个字，西亚哇塞，好好吃哦！西亚哇塞是4个字吗？对啊，西亚哇塞不是4个字吗？它的芋头真的很绵密，我跟你讲，你吃到嘴巴里啊，直接化开。爱吃芋头的人啊，如果来吃这家冰店，一定要点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吃八宝冰也没关系，因为它有丹麦芋头冰，又是芋头，有点给别人吃好不好？对啊，一吃芋头，你看它那个红心粉圆，它红心粉圆里面是包什么？红心，不是红豆啦。是红豆，我就说吧，我答对了，把 Elvis 拖下去闪了。那个红心粉里面包红豆，其实吃下去是有破败的，难怪老板娘真心推荐一定要点红心粉，因为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超清凉消暑，而且很搞刚哎，这不点来吃怎么可以？我刚刚在外面拍一整天啊，热到要叫妈妈了，我现在吃下去好心凉。它荤桂有两种，一种是黄色的，然后一种就是这种黑糖荤。它黄色呢，就是一枚按到荤桂冰里面的荤桂，这是传统荤桂。它荤桂很厉害耶，有一些荤桂是一整块，然后比较硬的，它的荤桂吃起来像在吃麻糬，对，有点像黑糖麻糬，很好吃耶，好软哦，我要整块吃掉了。好吧，你可以把它切一半吗？留给我吃哦，我要吃吃看。真的是吃的超级饱哎，凤山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，只有一个不完，只有一个胃根本没办法装得下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么多小鸟的胃都已经饱了，我所有的小鸟都饱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来凤山的话呢，就一定要吃到这些美食。如果没有吃到任何一样的话呢，你真的就是白来了哎。如果有任何我们没有吃到的凤山美食一处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一定会找机会再去吃。那还想知道更多我们的生活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